但是这个要判选举无效，我全台比照办，你还得了？有律师说，如果现在这个法官选举无效之诉的法官如果有良知的话，那他就会认为这个边投票边开票是会成立的，所以这个就是选举无效有可能会成立，就要重新投票。不晓得，因为我当时整个全台都这样了，所以我想，其实这就这样的，就是说每一次选举总是有可以改进的地方，但是这个要判选举无效，我全台比照办，你还得了？